上好运，第九届章鱼吃播大赛现在开始。朱小妹现在遥遥领先，多一点关注啊！哎，工作人员，我手机。谁家孩子？哎，我不用，把手机给我拿过来。不敢。你跑啊！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！好好好，新娘子真漂亮啊！来来来，听到没？人家夸你媳妇漂亮呢。那还用说，我媳妇最漂亮。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哎，看这，我的天，瞅着你，真不错，这真白呀、啊，瞅着你，臭流氓，你有病啊？哪个竹间塔的把你给放出来了？喂，别以为你女的我就不敢打你。我的天，什么情况？这海水怎么直翻腾？海里怎么飞出这么多垃圾？你们都不管我了是吗？快出不来了！
您这造型挺别致啊。金东，你咋个也跟他们一起服老啊？哎呦，师傅，这趟出海结束，您也要退休了，这也是您在船上过的最后一个生日，那大家伙想跟你热闹热闹，是不是？是是，船长，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。来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啊，都是那帮臭小子，喝酒喝来想整我。我再去给你拿点纸啊。船长，我们的口号是一条船一条心，所以大家当然得齐心啦。齐心？我看你们是齐得起来整我哟。爸，我们也是以后没得机会在船上给你过生日了。今晚就好好放松放松，好好耍一下吧，哥。哎，哥，你坐这儿。对呀，就是啊。今儿晚上可劲儿造，可劲儿玩，可劲儿玩。耍个锤子！那么好的蛋糕，都让你们给糟蹋了，还许啥子愿嘛？师傅，咱不有厨子吗？厨子，哎，啊，能不能解决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对了，东哥。一会儿我还给大伙儿准备了 surprise， 你看一下你们那些人那张脸，哪儿是来给我过生日的哟？就是来给我奔丧的。嗯，对对对对，赶紧把那个喜儿过寿过寿哈！哎，来哥，过来这边，来师傅坐。船长。请看，有才吧？这是厨师专门为你准备的。都说千年王八万年龟，祝您长命百岁。我怎么感觉像船长当王八？我爸是王八，那我是啥子啦？厨子那个小王八蛋跑到哪儿去了？撩了，判销的，躲起来了。来吧，师傅，咱先许个愿。哎，希望那次出海，大家都能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。来，师傅，生日快乐！来来来，生日快乐！来来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大家都快乐！来来，大家录个小视频吧。好啊，嗯，哎，来哥，来师傅，喊出我们的口号，一条船。